你一杯咖啡。其实我系 ABC 嚟嘅，所以咧我好似喺香港呢一头，今日遇到你真系一种缘分。真系噶，American born Chinese。Aberdeen born Chinese。 你都幾分裂嘅喎，香港好少男仔好似你講嘢咁幽默。我係特登氹你笑咋。你好中意去旅行㗎？你去過啲咩地方？我好中意一個人去旅行，攞住個背囊，攞住吉他，去咗吳哥窟啊、北丹啊、尼泊爾啊、柬埔寨啊。你頭先唱嗰首係咪日文歌嚟㗎？尼泊爾文嚟㗎。你好叻啊！由情似水嘅双鱼女，最中意巨人浪漫情调，同食得花言巧语嘅男人。佢哋基本上对不羁同埋甜言蜜语系零抵抗力，所以喺付出真心之前，记住唔好咁快沉迷喺呢啲虚无缥缈嘅情话上面啦。拎住支吉他去旅行唔系好浪漫咯？一个人去旅行有咩咁浪漫啊？但系如果下次有你陪住我，一齐睇吴哥窟嘅月光，听住我弹吉他。 咁就最浪漫。